夜深人静，男人有这几个反应，说明他心里有其他女人了，很准。一，你摸他的时候，他被吓住了。女人到了夜晚的时候，就是希望被自己男人紧紧抱住。有时候女人看你无动于衷，会慢慢靠近你，抱着你，抚摸你，你也会抱着他。而偷了人的男人会担惊受怕，你摸他的时候，他反应很大，看上去很不一样，他被你吓了一跳，因为他心里有猫腻。二，你说生孩子时他就慌了。生孩子是男女成家后都会经历的，男人可能会想着先把事业稳定下来，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再考虑有孩子。不管怎样，男人也不能逃避他，他还是会和你过性生活，可你提到生孩子时他就会不开心和你闹。你会发现他整个过程很谨慎，害怕你有了孩子，其实他已经有其他女人了，等他玩腻你了就会甩了你。三，他听到手机响了，急匆匆地起床了。晚上睡觉时，他习惯把手机放在枕头那里，从不关机。每次手机一响，就会急匆匆地跑了出去，有时候会直接挂断，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。其实是在外面的女人打来的，他不敢让你知道，还会骗你说是陌生电话，不认识的。有时候打太多电话进来了，他不好意思不接，只能在外面接听，说了几句就回房，装作一切都很正常。夜深人静，恩爱的夫妻会享受这段时间。如果你的男人有这几个反应，开始冷漠你了，说明他心里有其他的女人了。